哎，咱讲咱讲演讲吼，啊，张焕先，啊，迄演讲吼，啊，有准备咱一寡台山遮小吃啦吼，您、哦，迄、那个上重要是吼，今晚斗阵即款吼，就是咱演讲的主意，是林凤君吼，啊，就是有咱准备的迄个台山上名上臭的，啊嘛上怕呢，会臭豆腐，哦，啊，这是算伫网络上吼。网络上啦，啊，甲一寡历史节目拢有介绍的。啊，伊本人即摆伫现场，啊，麻烦一下咱的诸位林总经，林总经是倒位？诸位，哎，就一个人来感谢一下啦。好，大家无闲，看到臭豆腐吼，大家可能较无闲，淡薄。阿妈有啊，阿那素食的吼，来吃素食，再有菜包嘿。有菜包，有肉包。